不能开灯哦。为什么要开灯？啊，我看不到你哎。那等一下，我发现你是男生的怎么办？警方伪装成寻访客，硬找女子完全没有警觉。简单处理，不要弄得很复杂。女子表情惊恐，发现来的人不是寻访客，而是警察时脸都绿了，用棉被紧紧盖住下半身，对于远景的问题一概摇头回应。妹妹，我跟你讲，你不配合，你随便你了，你怎么讲我都无所谓了。你想要把事情搞大一点，我就会搞很大。我们俩不配合啊。随身包包内应有尽有，八名应招女14号晚上接客时遭警方查获，连同寻访客及负责人一共带回3男8女，其中还有一名台湾籍的国中少女。这个应招站啊，揽客的方式是透过一个蟹老板的网路软体。台北市万华康定路这间5层楼旅店被赵姓负责人租下经营应招站，周围店家全都不知情，以旅店名义包装，实质拉陆籍和台籍女子吸客卖淫。警方经过长时间搜证，在罪证确凿的状况下，将11人依法送办。记者杨子坚、谭克蒙台北采访报道。